感谢你姑娘，好看吧？来给大家看看，好不好看？杨翔，我们去学校。我要送杨翔到我们老家农村的幼儿园去体验两天，看他行不行。要是行，就让他在这边过渡一下，上一段时间幼儿园，提高一下中文。杨翔要给力啊，要加油，好吗？妈妈呢？妈妈陪你送你一起去，哥哥姐姐都去啊，哥哥也上车。那妈妈呢？妈妈也去，妈妈陪你一起去。上课的时候要讲中国话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啊，不要说日语啊。说日语老师听不懂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嗯，姐姐坐好了，姐姐坐好了。那他跟黄恩泽一样在楼上、啊、对，跟恩泽一个班就行。那恩泽上去。恩泽是大班的。在幼儿园里面不能跟小朋友打架，知道吗？听开不可以的啊。嗯，对。我们来体验一下啊，上次回来因为时间短，就没送他来，我弟孩子也不在。这次哈，我弟孩子在一个班应该会好一些。跟老师来商量一下，先体验两天。迟到了，小霞下来。哎，这是老师啊，他这个老师是吧？就是暑假能把他放到这边放一段时间啊。他现在中文会一些了，比上次要好。他上次是一点中文都不会，现在好很多。那只要他一直去学，他就中午不睡觉啊？他中午不睡的。大概现在小朋友都不睡。那么就大概几点开始？眼睛亮色了。我能送他一起上去吗？让他看一下。嗯，他送过来一个月，送啊，现在会说了。现在不能说全部会啊，就是会说很多了。能沟通了。对对对，简单沟通可以。啊，把这个水，跟这个给我。哇，这么多小孩。这个给我，先睡觉起来。现在你跟他就睡一个床。你跟这个床好像睡不下吧？皮鲁奶奶，在这里睡觉好吗？睡觉好了以后，在这里我们待会一起学习，一起玩。嗯，哥哥姐姐都在这里啊。我要走。嗯，不想在这里睡觉。那我现在那开始了，大家回来。一点五十的样子。啊，那不是啊，要哭了，要哭了，走吧，走吧。那下午上课的时候我们过来好吗？别人用的可给哭了，好吗？他不要午睡嘛哈，他不想那个午睡。那上课的时候带过来，嗯，上课的时候再来啊。行行行。来，过来。行，好，谢谢啊。我们待会儿再来。亚翔，你为什么不要在这里一起睡觉？那等一下，他们阿苏比哈吉马的都给一起去，好吗？那的，我知道阿苏妈妈妈妈。嗯。他那个午睡，他不要午睡了，刚才差一点哭起来了。在家不去了。嗯，没有，待会他们上课一天五十的时候再送他去。你在家里学习啊。看哪里好，妈妈你看哪里。那些都是小朋友啊。你看哪里。有见到有说过。你看哪里。为什么？他们是跟哪里。嗯，没关系的，我们待会再跟小朋友，好多小朋友一起玩游戏，跟日本一样的。没有一样。一样的，很多小朋友的，都是家门口的，都是你的朋友。没有我的朋友啊！现在不是，我们一起玩以后，我们就是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不要。这么多小朋友一起玩，不要玩，很开心的哦。不要玩。那你在家里啊？嗯。你在家里干嘛呢？玩这个游戏。iPad 一直玩 iPad 不可以，对眼睛不好。亚翔，待会我们再去看一下，如果你真的不喜欢，我们再回来好不好？不好。妈妈在那里陪你一下。好，我说韩梦洁、王子等会过来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去接他们放学呀、啊。我们来接哥哥姐姐放学。嗯，王子的就都来去接你的哦。没有，哥哥比你大，恩泽比你大。老师还会交作业，挺好的。坐这里，跟哥哥一起看。你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坐这里啊？你看这样一起来看电视，一起玩多好，是不是？他不愿意来后面，可能那个午睡的时候把他给吓到了。他们在日本幼儿园没有午睡，啊，不午睡的。在幼儿园吃饭，然后两点放学。对对对，那么回家了啊。
那跟老师说拜拜，把门打开。他把我们走了。嗯，走了。那老师，我们走了啊，走吧，回家了。妈妈，那个要吃这个。你要吃什么？啊，那个是，他要吃这个的。那个是什么？西瓜，西瓜吃。姐姐跟哥哥回来，你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开心啊。那让你去你又不去幼儿园。刚才快递给我打电话说我又有快递到了，拿到快递了，这个有可能是我买的那些珍珠吧。阿妈，赶紧刷牙，珍珠项链到了。珍珠项链啊。嗯，我待会拆开给你看一下啊。嗯，我妈好开心啊。这个打包打得好结实，来给你看一下。买好了啊。哎，这好神奇，就没一个。没有啊，还买了一个。还，哦，没有哦，给我婆婆的，我婆婆那个包裹还没到，我婆婆那个在另外一个包裹里面。我的，你不给我买的不要，给俺婆婆买点，婆婆替你折好。哎，妈，我都听说老茧了。不是你婆婆折的，我在视频上看了。我会给我婆婆买的，你放心。你婆，这还用讲吗？我对我婆婆不用你讲了。给你婆婆我高兴，你婆婆看到也高兴死了。大满穿啊！我把那个标签就给你撕掉了啊。标签剪掉了啊，标签剪掉了，这个就是你的了啊。感谢你过来，好看吧，来给大家看看。好看。嗯嗯，我自己还买了好几个。我的，这个是你买的还是平平放生的？平平放生的。哦，生意给服务生给我了，怎么大方呢？嗯，给个平平放好大方呢。阿妈不是的，给奥吉华新买的嘛，你先标签撕完了我再跟你讲，奥吉华新买的嘛。实在是哎呀，这个不要跟阿妈讲的。哎呀，不要。哎呀，没花多少钱呢？你看，这个耳钉是我的，我给你试戴一下。哎呦，不，我给你试戴，这耳钉是我的。刚才标签没撕之前，我们不敢说，说了你肯定不会要的。我这耳钉也戴气质不一样了。这样好看啊！耳钉我给你，反正你跟我婆婆一人一串项链。耳钉是我的。哎，你喜不喜欢？哎，我这次发现戴珍珠是真蛮好看的。以前我喜欢黄金多一点，现在觉得哎，珍珠是蛮好看的。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这次买的那个珍多玛的项链，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，可以。骗了！我这怎么拿？我舍不得戴，我戴着就买的就是戴的，你不戴干什么？买的就是。不是，后头你。阿爸，来，来给你老公看一看，让你老公欣赏一下，看看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到底给我买一个？脸色都哎，个皮儿吧，女人的我死，我再给我。